观众朋友，欢迎回来，Michelle您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你们好。好的，在 tax preparation 方面，这个跟贷款之间的息息相关的重要性是什么？贷款非常重要，因为比如说 self-employed 啊 ，rental income 啊，非常关键的，就是说要看 tax return。现在我觉得是年底了哈，其实这种时候呢是非常，就是可以考虑一下明年的 tax planning， 就是说怎么报税能够去 qualify 做贷款或者去买房子。教教我们嘛，您都已经早会了。对，比如说有 W2，那当然是文章可以做的很少。对，如果有 1099 的，对，或者是有股票的啦，或者是有其他的投资的话，这个 AGI 跟可以贷到的款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像比如说 self-employed 来讲吧，就是我们不一定是 cash accounting 啊 ，accrual accounting 啊，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空间，可以说今年 deduct 或者明年 deduct， 今年买不买，明年买不买？就做 self-employed 来讲呢 ，net income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您的 net income 嘛，基本就是两年的 net income 嘛，就是您的收入的 base。就是这样。好，比如说 AGI 是100,000，那可以贷到的款大概就是500,000，是不是这样子一个 ratio？ 应该是 AGI 的话和 gross income 还是不是一样的？对对，还是要用 AGI 来算嘛？应该是用 net income。net income。对，如果是 self employed 的话，就用 net income 来算。如果 W2 的话呢，其实主要是就是说看您的 W2 收入情况。好，那现在在年底，就是今年的 tax 的 period 就结束了，明年4月15号之前就一定要报税了嘛？对。好，那这个报税的时候呢，就要看看自己明年是不是要买屋，对，对，那是不是要 refinance， 所以要给自己来衡量一下，就是您付的税是不是值得来搭配您要买房子，因为买房子 refinance 的那个租金，那个 payment interest payment， 还有 property tax 也是可以回来 deduct 自己income tax 的。对，像我今天来讲哈，上午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说挺有意思的，这客人呢就说前年赚的不是很多，去年赚的不少，前年不是说很多，他说Michelle，我明年报多少钱可以能够就是贷到这个款，那我就帮他算了一下，然后他说好，我说那你行，然后他就大概知道自己就是说 tax 的情况是什么样可以做到贷款，然后他自己去和 CPA 去 planning， 然后的话呢，那我也跟他说，我说呢，如果我需要帮你继续算一下的话，我也需要您的就前两年的 tax return 还有你的 credit report， 因为这对于我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如果您信任我说Michelle你帮我算一下，那您听了我算了，但是我没有帮您认真的去看您的文件，那我就觉得呢，万一有什么不行的话，那也是我的问题。所以的话呢，如果您要是来问我这个问题呢，我也需要一些文件从您身上，我这样呢才是对您的负责。OK， 好，这个就已经点出来了自己在年底在要报2012年的税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但是仔仔细细的呢，还是建议您去跟您的 CPA 来讨论一下，对对对，是，因为他对我们自己的每年报税是最清楚的嘛，或者有人有 K1 啦，或者是在家上 corporation 的 income 啦，这个通通都要算在一起的。当然了，同时 fiscal cliff 呢，在12月31号之前，希望能够解决，也会影响明年的税率，对吧？对对对，好，好，那这个是年底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些note， 就是在2012年年底，也是跟自己的明年的借贷的能力有关的，我们请Michelle来告诉我们。好，我想就是现在是年底了，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说一声感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很感恩哦，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就是我们有一个歌词嘛，就是没有你哪有我嘛，就是我so kind， 对对，没有客人的 support， 没有客人的话，我也就是没有机会在这，比如说在周乐这个 studio 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的经验，所以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 business 的支持。然后的话呢，大家也有打电话给我，有 email 给我，然后就告诉我比如说做节目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啊，然后挺可爱的，然后就比如说我的知识想听点什么东西啊，然后应该怎么再去做啊，哎，我也都非常感谢，因为大家这种都会给你善意的建议，对对，非常善意，我就特别特别感谢。然后我还有一个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非常 enjoy 我的工作呢，就是说我在生活中呢工作中呢见到了很多朋友，然后从大家身上呢都学了非常多的东西，不管是说工作中的还是人生中的东西，我就非常 enjoy， 非常感谢大家。下次希望能够有机会听到Michelle讲讲实际的例子。可以啊，当然是跟贷款直接有关系的。对，那么一讲出来这个例子，大家也可以被 apply 到自己的身上。对，同时呢从这个 business sense 之下的这个底层有触发自己人性的地方，我相信我们也很喜欢听到，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所以我就会在跟大家接触中呢，我就学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的客人中有很
很多非常 successful 成功的人士、嗯、那我就会观察人家怎么去处理问题，待人处事是什么样。也有很多呢新移民然后在努力工作，然后我现在有时候就会有懈怠嘛，那就会说你看看真是要珍惜自己的机会，然后加油，就不要说放松啊，然后就是这样了。哎，你刚刚最后一段说的话就好像说到我的心声了对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在2013年呢就是说可以去努力一下，就是这样、嗯、然后2012年呢我觉得我也很自豪了，就是帮大家确实是真真切切的帮到客人去省钱、嗯、有些客人真的是每个月的贷款减少了1000块钱，哇，对呀、啊，对呀、啊，很多啊、嗯，就帮客人找到适合的 program， 然后帮客人去省钱、嗯，再就是变成了朋友，所以这些呢，我都是觉得特别 enjoy，、嗯、特别特别开心、嗯，所以就希望大家呢，像我一样，就是说 enjoy life，enjoy 生活，然后呢，过一个好的节，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嗯、，have a wonderful wonderful 2013年。哎呦，我就都感觉到你心里面的诚恳、嗯、是。那我也借这个机会啊，来讲一讲。我自己很 thankful 的一个事情、嗯、就是从事我这个工作实在都见到了在每一行业里面的比较对自己的专业有野心、嗯、想要更上一层楼的专业人士、嗯嗯、那么我就看到了他们呢利用我们的平台利用我们的舞台啊都能够真的更上好几层楼、嗯、然后变得更成功、嗯、但是呢也是因为有这个机会给我可以接触到 amazing 的 personality 是是是所以我都觉得是真是很感恩，就是对自己感恩、哎、然后谢谢观众，然后谢谢感谢也感谢周乐，非常感谢、哦、哪里不敢当、嗯、我谢谢你，很高兴认识你那 Michelle 呢他是代表的是 Bay Home Financial， 那么他们的公司就是在20380 Town Center Lane Cupertino， 大家想要找到 Michelle 的话请致电408-203-2362，非常感谢你 Michelle， 谢谢周乐，祝你新年快乐、哦、假期愉快，我们2013年再见、嗯、好谢谢，好的观众朋友谢谢，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晚安，拜拜。